这货我真是钓了这快40年鱼了啊，我头一回见着这个探钓无人区，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啊。你看这个还草，这个地方够隐蔽的吧。诶，我靠，这有水草哎，这水还浑，这绝对好地方哎。我玩这些年，这地方很久没有出水草了。我看不错啊，咱们就在草缝那打个窝啊，打窝看看。哎，还有小鱼翻。哎，好地方，好地方，好地方。打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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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紧。今天啊，还是钓鱼王的风油米啊，奢侈一点，来上一罐，打三个窝的啊，进。中远，看哪个上鱼啊？我今天啊，耐着性子等了一个多小时发窝啊，然后咱们试试水深，看有没有口啊。这是1.5的通线啊，配的是6号的朝天钩，这个地方应该没有人来钓过啊，这种环境。台钓也不能玩，海竿也不能玩，啊，只有传统钓。哟，我操，这么浅。好，浅水有草，水还浑啊，我就喜欢这种地方。哎，别说啊，别管大小，它是一条鱼，啊，五彩片子，五彩片子。不是咱目标鱼啊，走人。哎，开张了，哎，小鲫鱼，开张了，又是小家伙啊，这叫前菜啊，前菜。咱们是来探钓的啊，我也不知道这能不能出好，所以说啊，这个地方行动不便啊，大高台儿，我就弄个小板凳往这一坐，啊，两三个窝子挨个找，哎，玩嘛，哎，舒舒服服的，啊，钓会儿鱼，哎，连根儿，哎，又一个，哎，我找，行。这行，哎，好玩哎，连根儿，哎呦，现在就希望能上个再大点的，啊，这个人就是贪啊，钓一两的想二两，钓着二两的想半斤，钓着半斤的想斤几，对不对？老铁们是不是这样？啊，重，哎。涨了，有一个，这个有2两，哎，来了，显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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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还行啊，越钓越大，啊，大家伙给长按红心点赞3秒，一圈3连啊，争取老孙啊今天啊多钓点。钓爆户啊，就爆户估计不可能，呵呵，这个点儿了，钓个10来条就够了啊，够一盘就行。我操，这地方你能找着？这，你说你在这一片，我一想，我操，这么隐蔽的地方你都找着了，我这不闻着你味儿又来了。靠，是不是？上个3、4个了吧？把东西放这儿。你这泡竿钓的呀？还可以啊，5条了。钓多长时间？5条了？刚来一会儿。你也是刚来啊、那我就搁旁边下杆了啊，就这点地方你也在这下杆，这不能上鱼吗？是不是啊？你不是钓这儿，我钓那儿，我连个饺子都吃不上、啊、你今儿钓到半斤以上的板鲫咱要吃饺子行不行？那我把东西收拾一下，真是，哎呀，交友不慎呢。你别老捅我的窝行不行？我一共做了仨窝，我去那边。
应该多浅一个？不到一米。不到一米。八十公分吧。我的瓢都立不起来。这个地方，我的就长点短线，我就捅草窝了。你非要拿台钓来这比划？这弄不成，弄不成啊！借一个提前断线走了。你带炮竿了？没带炮竿，就这样用呗。把这个线组剪了，往里边穿点这个骑行漂呗，挂一个钩，不行你是单钩，我是弄上两个钩，给改来，真麻烦，给改一下，这没法钓，七八十公分，这漂就60，对呀，你躺着呢，亏着我还带了两副，几米的线，我看看啊。你线短我也够不着啊，你使这个吧，这个带八字环的朝天钩，你肯定用不了。这几米？3.6米啊？哎啊，你就拿着线吧。3.6米这够不着啊，你往你破过大线你上吧。啊，我把你这个线绑到我这个线上用。可以，那可以。真的呀？你换一个，你不是6.3米啊？你换个3.6米的线，你再把我这线挂上就完了。啊，短线加短线啊，行，这样你到时候还能还我一副线。行，我怕你这副线废了是吧？对，小气。你看我做副线容易着嘞。俺打窝吧还是？哎，俺打窝了。不，你叫你的，我的。哎，我打窝了。你叫你的，我的。你咋能这样嘞？哎嘿嘿，我靠！你找个别的地方打打窝，你我就掉这儿去，乱套了。啊，数我那窝好了，你别，哎，真他妈交友不慎，哎呦我掉掉掉！我给你打个重窝，你都不使得用米，你看我今晚吃鱼，那一会儿招全用上了，全招小鱼儿。谁打的窝重就是谁的，你别往我这儿杵啊！哎。您算账啊，我打窝了，我的窝打大，投资大，我养了一个多小时的窝，刚上鱼啊。要是比如这样吧，你往我这儿再打，比我窝大，这窝给你了，行吗？你牛，你钓，你等会儿我看看你钓组了。钓组，这不七星漂、八字环、铅皮。双钩拉饵，我钓这些年鱼，我头一回见着这个玩法，七星漂玩台钓双钩。今儿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频率啊！你啥也能想出来啊？这不是水浅吗？啊，钩立不起来。你啥也能想出来，我老天！哎、有口，你看有口，看见没？哎，我不打它，我等它双飞。你打你打不住哎，我等它双飞了。哎，这口，你说打我就打，我不知道，我没用过这个，我长见识来了，我操！钓到老，学到老，你真是钓到老，学到老，你这辈子头一回见着，哎，我靠，你还真上鱼了，哎，嘿，啊，嘿，你说钓到老，学到老，五彩骗子，哎呀，我操，俗称螃皮。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看饺子。不，你这留着去吧，这么大饺子。来了。怎么样？我靠！这货，我真是钓了这快40年鱼了啊！我头一回见着这个。人家中西合璧，你这是露台合并。胖皮，这有点小。长见识啊！绝对长见识！我靠！哎，我这越钓越多，那窝里边几条鱼？你给我钓个几鱼再说，你别在这吹。不是你那蚯蚓钓窝里边，要是有一条两条，钓完就没了。哎呦，我这是越钓越多，因为留窝呀。哎，就照这个鱼翻，留窝呀！我靠，他妈！还是胖皮，这是胖皮啊，还是五彩片子连杆子，这家伙，哎，连杆了呀，留着换饺子吧。哎，这野钓的魅力在这儿了，永远不知道下一杆中的是什么鱼。嘿，你那个，你下杆永远是胖皮，
这根确实是胖皮 啊，你下一根也是胖皮。你钓起一看看行不行？你给我钓个鲫鱼，我瞅瞅出来。但这个就是胖皮，怎么样？判断不错，钓是胖皮，瞅都就看懂了。不累呀？我操！本来我钓鱼挺省心的，啊，挺自在的，一个人在那爽。你这一来，我操，我都快崩溃了。哎呀，孙哥，你累不累呀？啊，真是来这锻炼身体的啊！叉叉叉叉叉，啊，一口都没有了。哎，孙哥，你累不累呀？你别说我钓法行不行？我连杆了，你钓几条？我七八条了。我服你，服你，服你！见过这么大的胖皮，上两个快，走，我不要，看不起。你有本事，你钓个鲫鱼我看看。你有本事，你连杆我看看。哎，这没法儿哟。咋弄啊？连起来了，兄弟。这家伙你一来，我是一条钓不着了，现在是。攒着吧，多了也是肉。回头给你嫂子端过去。中鱼！哎呀，这哎呀，我操！这比你的胖皮大不了多少啊！孙哥，咱俩我看出来这个比例的，我上十条，你上一条。上一条，我这最起码是我目标鱼。哎，胖皮，这是啊？这不像鲫鱼啊？这长，这草鱼。这草鱼。没事。看，这大草鱼。大草鱼，钓了个大草鱼。哎，那是青鱼啊，孙哥。这是青鱼。啊。哎，借两只，借两只，借点青鱼。你拿就拿吧，还买两根儿。来来来来。咱挂两只蚯蚓，你拿蚯蚓，你也不见得能钓着喽。嘿，绝对能上啊！你说吧，我感觉我挂上蚯蚓，下去就有口。你那窝子里让你弄毁了，里边全是胖皮了。你试试吧，反正你这啥事儿能干出来喽，是啥鱼能钓上来喽。哎，七星漂那双子线抬钓，我操，头一回见啊！你这回再挂蚯蚓，我也是第一回见。毕竟啊，对，是吧？这叫钓到老学到老，靠！我都从来没往这上想过。抖也不是鲫鱼，你看着没？抖也不是鲫鱼，鲫就有鱼，你的蚯蚓根本就不行。我看啊，今天也就这样了，搭了。连杆。哎呀，你连你的吧，我收杆不钓了。钓不过了。那钓不过。啊，弄不成。钓鱼，以后啊，我钓鱼，我出去我得关了手机。我看你明儿去哪儿啊？啊，明儿去哪儿？我明儿海钓去。你有多少窝你都带上啊？就这样收杆了啊！今天钓着不爽，啊，这小鱼儿咱也别展示了啊。放了，放，来送你了。你送我干啥？送我也是到了呗。全给你，把孙哥钓跑了。老了不会钓，明儿去哪儿准备？明儿去海边钓海钓去。行，明儿早上出去出门喊我啊。嗯，跟你一块钓鱼，明儿掐鱼，明儿海钓啊。今天鱼货啊，咱们就放流了。我放了啊，走你！哎。今天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感谢观看，拜拜。